大家，这人也太多了，咱们换一波人少的吧。就他们了，走。若此带着送给城主的大礼，咱们得多点小心。有我沧海林少已在，必保你平安。我这杆铁枪早已饥渴难耐，就等不长眼的撞在枪口上了。来者何人？尽管挡道。 不知是哪个山寨的兄弟，敢挡我们黑石城城主的车？黑石城，糟了！今天是来找你们打？打停一下，这附近哪有砍柴的地方？我们准备砍柴回去做饭的。哎，大当家，黑石城杀人如麻，我不做得罪他们，咱们山寨就完蛋了。我想问女儿呢，我先回去了。哎呀，回来！你们俩果然是反派。今天我三板斧正好要劫富济贫。 自不量力！我们这儿有20人，你们区区2个人，我倒要看看你们两个到底有什么能耐！上！停！我们这儿还有10个人，拿下你们仍然是不在话下。上！ 就进 CD， 早知道不乱回了。好，这位兄弟果然是身手不凡呐。如果是再斗下去的话，那可能就是两败俱伤了。既然是想接济百姓的话，我这有些许银两，如果二位不嫌弃的话，就先收下吧。<笑>既然你们良心发现，好，那就暂且放你们一马。<笑>哎。 就算我们蛤蟆大王放过你们，我玉面书生也不是那么好说话的。你们所有人把盔甲给我脱了啊！大喊三声“蛤蟆大王万岁”，我就放了你们。士可杀不可辱，我沧海林少已跟你拼了！你死定了！哎，大当家，哎！可恶！哪里跑？追！逃跑是没有用的，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。 开局一座山，别废话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这只能靠你自己想办法。不过你还有一次抽奖的机会，你要用吗？别玩我了，赶紧的！好吧。擒马，乌贼，拿命来！啊！ 好一个侠义少年，秦蛮对少侠十分敬佩，我愿追随您左右。哼，原来武将的出场方式是这样的。啊！恭喜大当家，不仅首战告捷，还收获一名武将啊！赶紧看看这六煞财宝啊！ 我就再次投靠大当家了，请大当家好好爱护我。开局时会闪的风越来，魔法穷开，惊喜痛，爆炸为国耍怪，遭罪强山寨，别崇拜，会有天雷眷恋，不能覆盖。 想。
少年就等你加入。蛤蟆滚，蛤蟆伏，蛤蟆火咬谁不服？请牛闪，拿假枪，蛤蟆闪展别碰碰。上下请留步，上下上下请留步。我家盖主想致富。上下请留步，上下上下请留步。人情钱财是江湖。上下请留步，上下上下请留步。抽奖开挂还赢你输。上下请留步，上下上下请留步。小鸭的